国产华台新手，国产华台新手的车手们，请尽快将你们车辆移到前面来，准备安装计时器。我77号他的车辆一直不断的冒烟出来，但是仍然让他完全不放弃，全油门努力的冲刺，而且他们已经快要追上落后车辆了。非常可惜啊，其实需要车辆的状态出现的问题，还开始不断的落后。但是进口是走滑道路，进入是很陡峭的状态，所以我们想进口滑道路，需要，需要那个